习近平和任志强。图片来源合成图 Getty Images 网络。看中国网站禁止建立镜像网站，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。看中国二十。2020年7月24日讯，看中国记者李文龙综合报道。今年3月英发。表批习近平文章被抓，随后于4月7日被宣布受查的红二代退休房。产商任志强案终于有新消息。北京西城官方7月23日夜间发通报称，开除任志强党籍，其罪名则涉及与文章有关的政治罪名以及贪腐罪名。此前已有分析认为，中共当局会搜集任志强的经济问题狠狠治罪。看中国网站禁止建立镜像网站，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。中共北京纪检监察网7月23日消息称，日前北京市西城区纪委区监委对北京市华远集团原党委副书记、董事长任志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。通报充斥党文化措辞，指任志强所谓丧失理想、信念、背弃初心使命，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。公开发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，丑化党和国家形象，歪曲党史、军史，对党不忠诚、不老实，以及对抗审查，又指任违规公款吃喝，违规持有、使用公款购买的高尔夫球卡，不如实说明问题，将公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，违规使用公款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，长期无偿使用社会商人提供的办公场所及住房，通过关联企业违规从事盈利活动获取巨额利益，不正确履行职责，给国有资产造成重大损失，甚至还有家风败坏、家教不严或童子女大肆敛财这条。通报还说，任志强严重违反中共的政治纪律、廉洁工作和生活纪律，构成严重职务违法，并涉嫌贪污受贿、挪用公款、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犯罪。当局对任志强开除党籍，取消其享受的待遇，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，所涉财物随案移送。分析人士认为，这份通报其他内容与一般落马官员基本无异，但特别提及公开发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，丑化党和国家形象，显示反习文章是直接导火索。此前据北京市西城区纪委监委4月7日的通报称，北京市华远集团原党委副书记、董事长任志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正接受北京市西城区纪委区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。通报中并完全没提到任志强涉嫌违反了法律，也未提到任志强的文章。据英媒 BBC 当时引述多名了解情况的人士透露，任志强的儿子也被带走调查，纪委调查组已进驻华远集团调查。对于当局如何处置任志强案，早前网上不少议论认为可能会被指贪腐入罪。旅美政经分析人士秦鹏在推特发文提出两个选项，中共官方宣布了北京市华远集团原党委副书记、董事长任志强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，大家觉得中共会怎么处置任志强？一、以妄议罪论处；二、贪腐案件处罚。北京观察人士华托在
受访时也表示，任志强欲推墙等等，对于中共而言已经是立场问题了。故此现在党内别说王岐山，只要不是体制的对立面，都不敢为。他说一句话，在中共这个体制下，已经把任志强视为叛逆了，会被严惩。华坡还认为任志强可能会被进行所谓政治问题、经济化处理。他说，一直以来腐败现象、民怨等等都跟房地产有很大的关系，当局打击房地产商，既平了民愤，又捞了钱。因为在中共治下，难免谁都有一点经济问题，当局很可能会趁机把搞房地产的那些人也都弄下去。他说，当局会搜集任志强的经济问题，狠狠治罪。当局会借机让这帮房地产开发商作为释放民怨、保政权的替罪羊。不过，香港《苹果日报》引述知情人士透露，中共官方公开处理任志强的问题是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拍板，而任志强案交由北京西城区纪委监办理，说明蔡奇也不想把事情闹大，只要对中南海交代过得去就行。消息指，对于任案的处理，党纪处分是一定有的，最严重的处分甚至开除党籍，移送法办。届时走司法程序的话，就要判刑，因此最好的安排应是党纪处分，然后释放任志强，要他以后闭嘴，再不发表类似的言论。任志强是中共红二代，他父亲任全生曾担任中共商业部副部长。外界所知，任志强与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交往甚密，任志强因敢言而被网民封外号任大炮。2016年2月19日，任志强因转发央视姓党图片并加注一段评论，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，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一时，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，而被中共当局大肆批判，随后还被处以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。外界传闻，是时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出面说情，才让此案被轻轻放下。今年三月中，任志强发表批习近平当局隐瞒疫情的文章的网传热传，该文章怒斥习近平2月23日在17万官员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，揭露中共隐瞒肺炎疫情，谴责。